今天讲这个戒，我们修行的目的呢，是为了去除痛苦而止息痛苦，必先止息痛苦的起因就是贪嗔痴。佛陀发现了一条可以根除痛苦的实修之道，他们自己照着这个方法修行，并且将它教导给众生。这个实修之道就是八圣道。曾经有人要求佛陀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解释八圣道，佛陀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这乃觉悟者的教导。那八圣道里面呢，就是分三个阶段的训练，也就是戒定慧。那戒呢，就是道德修养的训练，戒除所有不良的言语和行为。定是专注力的训练，培养念念分明的能力，让我们能够主导并且控制自己的心念。慧是智慧，也就是培养清净的洞察力，以照见自己的实相。持戒重要性，任何人想修持正法都必须持戒开始。持戒呢，也就是首先不伤害其他的众生，然后呢也不伤害自己。其实我们在伤害别人的时候，事实上同时就在伤害自己。当我们生气，我们身体就会生病，是吧？贪嗔痴都会让我们的身心都会受到伤害，让其他的众生也同样受到伤害。佛陀说，现在燃烧，以后也燃烧，为恶的人深受伤痛苦，现在快乐，以后也快乐，积善之人呢，享受双重乐。修行呢，开始行十善业道呢，那么呢，是解脱的基础。正语。那么呢，修行呢，从戒律上就是正语，不打妄语，不良舌，不诽谤啊，不说尖酸刻薄令人痛苦不堪啊，且对人毫无益处的话，不说绮语，就是说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啊。中国人其实很喜欢说这种话来搞笑啊，中国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搞相声啊，什么小品啊，这就特别是相声，中国人大部分的相声就是没有意义的话啊，就是拿来逗你笑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佛陀曾说过，修持正语的人说话诚实坦白，正直可靠，化解争端，促进团结，以和谐为乐，以和谐为贵，舌灿莲花，制造和谐的气氛，用词柔和悦耳，仁慈温柔，有理合意，根据事实权衡轻重，遵循法理，在恰当的时机才开口说话，所言皆值得传颂，合时合理，谨慎恰当，振奋人心。你看我们说话，就是说一个修自他相换啊，就是一个有菩提心的人，他就是这样子去说话，尽量的去照顾到别人。正业，正当的行为就是行为呢，第一个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正当的性行为，是饮酒吸毒神经神思恍惚，不知道自己说了做了什么。饮酒是跟吸毒是一类的吸烟这都是属于就是可以消磨自己的意志，然后呢使自己神思恍惚，然后自己做了什么都不知道。那么避免这四种不当的行为所做的自然就正当。在这里说正业也不是一个消极的概念。佛陀形容行正业的人干戈不兴避免伤害任何生命，充满慈爱，为众生谋福，光明磊落，清净地生活。
活得很清净啊，光明磊落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一个人如果干了很多坏事呢，心里面就藏着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呢，就是不光明磊落的。对于世俗生活凡夫来说，要修正语言和这个行为方面呢，就要持守五戒：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戒妄语、戒饮酒、吸毒。那么这个是做人的基本条件。那后面有八关斋戒呢，就是说八关斋戒要求就更严一点。八戒呢是为了能够准备出家的人呢，就是更加严格，严格要求自己，戒除更细的贪欲，就是。那出家人呢，就至少是十戒了，沙弥尼十戒。那这个戒呢，有些人呢就理解戒嘛，都是消极的，是吧？认为这个，哎，都是约束我，不要我这个干这个，不要我干那个。其实你干的事呢，如果是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事情呢，那这后面都会感受苦报、苦果，是吧？正在干的时候啊，也是遭人唾弃的，是吧？然后让人嗔恨的，他把你杀生，是吧？那像众生在这个被你这个切断这个命根的时候，那众生肯定会对你产生一种强大的怨气，然后呢，对你的身体啊，对你以后的运气啊，都是不好的啊。这个人的福报啊，就是在这个自己很多做了很多坏事都不知道，现在人很可怜，就是不知道这个杀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灾难，很多的个横祸，特别是车祸啊，这个发生车祸都不是偶然的，很多的车祸都是因为这个死掉的人呢，他都是因为生前的造了一些恶业，被伤害到的这些众生呢来索命，所以很多车祸都是这样造成的。这是无形中的哈，这鬼神我们是看不到，有冤亲债主你也不知道他是哪里，天天跟着你，是吧？所以我们怎么有些时候怎么倒霉的都不知道啊。偷盗呢肯定是不好了，偷盗一般都是贪心特别重的人才会去偷盗，就是偷别人的，拿别人的东西，想不劳而获，这样的人他不可能有福报了。那这些戒律呢，帮助我们能够至少生活的会像个人一样。第三个是正命，正当的谋生。正当的谋生呢，就是基本上要持五戒，只要持五戒就可以。这里是吃肉呢也是可以，但是不能够杀生。但是我们现在在饭馆里吃肉，基本上就是带着杀生，他的鱼是活的，你叫他煮个活鱼，这个就是叫他杀，也属于杀生。如果是在街上买的，他已经死了，你点的时候那个鱼已经死掉的，那个就不算啊。特别那个带鱼那海里面，那本来买来就是已经是死了冻在那里的，那么你点的话业就比较小，你不能说没有哈，这是比较小了。是五戒里面允许吃肉，不允许杀生。但是因你而杀，别人杀给你吃的，那你也有，也属于有杀业，跟你都有关系。就有些人死的不知道怎么死的，就是这个原因啊。但是别人杀东西给他吃，他自己不知道，为他杀的，那你也是有份的，是吧？那个报仇的，甚至他来报仇了，反正你吃了他的肉。杀他的时候跟你也有关系，那他肯定要报仇。然后这个动物它都是有灵性的哈。十戒，他这里说有，如果密集禅修的话，宽容他们晚上可以有简单的晚餐。一般八关斋戒是晚上不吃饭啊，但是如果密集禅修，就是修行特别精进，晚上可以少量的吃一点。晚上尽量的是少吃，因为我以前也说过啊，晚上吃盐的话对身体是伤害很大的啊，因为盐是会让你兴奋的，让就是对这个肾啊，为什么说晚上不能吃生姜也是这个原因，因为生姜也是会让你的这个血管呢，让你的血液就兴奋的啊，就是消耗的，晚上不能是要休息的嘛，是吧？你要是吃姜啊，吃盐吃多了呀，对肾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就是晚上呢饿了就吃一点点水果，这样呢就可以了，晚上呢睡眠的时候也不会颠倒梦想。
你盐吃多了，你晚上肯定是颠倒梦想，因为盐它就会让你的这个起心动念，会让你的心会动，所以晚上不能吃盐，不要吃营养过剩的东西，实在饿了吃一点点东西，身体会健康长寿，这是很重要啊。这也可以戒除贪欲。晚上是鬼食，鬼吃东西是吧？鬼看着你吃东西，他也会生气，他想吃不到是吧？就是鬼看见你吃东西呢，他也不高兴，那这也有业。早上是天人吃东西，中午是人吃东西啊，晚上呢就是鬼吃东西，就是你晚上吃东西呢，鬼都不高兴。你不吃的话得好一些。我们晚上如果修行的话，佛家里晚上都要点灯哈。特别是佛前，在佛前点灯，对这些众生，特别是鬼道的众生啊，这个点灯呢会让他们感到开心，会消除他们的恐惧，因为鬼也是很恐惧的，然后呢是有功德的。晚上在佛前点灯啊，就可以消众生的业。所以这佛都有密意的啊，佛陀才不要你点灯呢，是吧？他还要你点灯吗？他亮着呢，是不是？他天眼通也有，什么通都有，他还要你点灯吗？是不是？你那个油灯点的熏他呢，这是熏着他是吧？满鼻子都是灰，他还要你点灯？不要的啊！过去呢，我在那庙里面看那个点那个油灯啊，熏的黢麻黑的。现在我们不点这样的灯啊，我们点就是发光啊，这个光发出来就可以。我们用现在用电。特别是佛照亮了众生，看到佛像呢，他也会消除他的恐惧，让他们心生欢喜，可以消他们的业，这也是有功德的。只要你做最对众生有益的事情，不管是哪个道的，特别是鬼道的众生，如果你做的对他们有益的事情，这都是一些阴德，我们说积阴德，你看是不是啊？这个才是积阴德，就是天天做利益鬼的事情。鬼是有很多很多种的啊，各种各样的鬼都有，做烟供啊、火供啊，是吧？还有很多，你看我们点香，其实也是供神，也是供的是护法啊，护法神，这都是帮对他们有益的事情，他们就会反过来护持我们，帮助我们弘扬佛法，帮助你修行，是这样子的哈。我们供水也是有用的，对那些鬼道的众生啊，供香，甚至供水果，都是利益这些护法。佛菩萨都不要吃了，但是众生他们还是一样要的，他闻到这个香味他会高兴，他会有满足感。所以说做点施食下午晚上也是很好的，这都是利益众生的事情，都是善业，做来有些人会有很多无形的福报，他的福报从哪里来都不知道，他就动个念就有，他赚钱容易得很。我以前碰到一个有护法神的一个的士司机，那个很奇怪的哈，他每个月比别的的士司机要多赚三倍的钱，那个护法神会告诉他哪里客人要宰，真的是很多的士司机到处开的接不到客人，他就可以到哪都有客人，真是啊，就是他家里就供着神嘛，不是编故事的，这绝对真实的故事。他还供佛，他供个西方三圣，然后要供着护法，那神就帮他赚钱，跑得快得很，他要知道怎么供，所以说。懂佛法，这懂得六道轮回的人，是聪明的人，他就知道啊，他知道去供神。现在就太迷了，就是迷在这个神上了，就是啊，整天供神，是吧？就想发财，这样子也不行，就成了财迷了，不修行了。那我们供神是为了修行，护法护持我们能够弘扬正法，然后让我们能够修行没有障碍，让我们超越生死。超越轮回，那才是有意义的事情，这剩下的事情都是一些加行。后面是定啊，这个定很重要，有了基本的戒律呢，我们的心啊不会那么贪，少欲知足啊，少欲知足就是戒，戒的根本就是这个东西啊，少欲知足的人就能守到戒啊，这个欲望多的人守不到戒的呢，是吧？你看的都什么都想吃，那什么招呢？是吧？做不到啊。所以说，欲望太重的人守戒就很难。少欲知足，其实是活得比较幸福啊。那么呢，有了这个少欲知足的基础呢，我们就开始修定啊，有定啊，借着定呢，就可以从内心深处去控制我们的
贪嗔痴，控制我们的言行举止啊，那么消除我们的痛苦。苦的起因啊，来自我们内在的行为，内在的行为就是贪嗔痴。我们的内心仍旧在贪爱嗔恨等有害的情绪中翻滚煎熬，那么只限制外在的言语和行动是没有用处的。只要内心有贪爱嗔恨，就绝不可能离苦得乐，它迟早会像火山一样爆发，使我们犯戒伤人害己啊。所以说戒呢，只能是从外边防范啊，它不能起根本的作用，根本还是要从定慧下手。定呢，修习禅定很重要。那师父天天跟你们讲智慧讲的多，但是为什么现在要有一半多的时间拿来打坐呢？打坐的时候就是培养你的觉知啊，培养你的平等性也是有的啊，都有在里面。这个禅定你们很多人都没修啊，在听法听太多了，要修禅定啊。这个如理作意呢，是在听课的时候如理作意，当然了，你的定修好了也可以拿出一小部分时间来如理作意，但是现在我们要用相当多的时间来练这个禅定，就是师父刚才教的这个方法。那你们这个方法要练的啊，你们要念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也可以，你要是把这个音呢停在 Om 上也可以，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或者念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你把这个音停在 Hum 上也可以，或者停在 Ma 上也可以啊， Om Mani Padme H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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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样的话你自己喜欢在哪个音上就停在哪个音上， Om 啊 Hum 这三个音都可以，你选一个停一个就可以。如果你要是控制不了了，你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也可以你念阿字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这个重点放在阿上，那么呢你很快的哈，然后心要回光返照，观这个念头起处念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因为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就从那个念，从那个念头起处念出来的呀，这个阿弥陀佛从哪里来的呀？就从念头起处来的吗？所以说念阿弥陀佛，你回光就照那个念阿弥陀佛的那个起念的地方，就照着那个地方念，是吧？那么别的念头如果穿出来了，同时跟阿弥陀佛同时穿出来，你就看见它了，是不是啊？因为它除了阿弥陀佛以外还有别的杂念呢，对啊，你要看见呢，你看见它你就不理它，你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实际念，把别的念头给念没了啊。是这样修禅定的哈，你要这样修的，修着修着你念着念着就阿弥陀佛就没了，入定了啊，念都念不出来了，念到一定的时候就是不动了，后来就修到一定的时候就是越念越轻，刚开始你要念重一点，因为你杂念多，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用力念，那个因为那个杂念多，但是杂念少了你就别用力了，就轻一点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如果没有杂念了你就越来越轻，到最后这个都不念了，杂念也没了，就入定了。那个时候呢师父敲一下磬就可能就破无明了，师父就说敲一下磬啊，看看你要是修定修得好的人，那个时候一下就把你的无明给震开了，震破你的无明。那你要这样修哈，就这个定要修的啊，听法是要听的，听法是一部分，听法呢是闻思的智慧，那当然要天天串习，串习到一定的时候呢，你下坐的时候呢，就是生活当中啊，去多如理作意。当然了，打坐的时候也可以，但你的定力好了，你的定修够了，你看你的禅定功夫非常好，一上坐就马上就可以入定，基本上没有杂念，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能入定作业。如果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实在修不了这个禅定，这个杂念确实太多你控制不住，你也可以修入定作业的法啊，就是杂念你阿弥陀佛念不下去或者咒念不下去，你那个时候你就闻法，或者是坐那里如理思维这个法义，是吧，先把妄念给它转掉，代表你起了贪心了，那有些人又起了情执了，是吧？
老想儿子，那就要换休了，是吧？他是跟我一个，只不过是一个缘分啊，他是从我这里入了下胎而已，他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一个众生啊，只不过是一过去式的一个道友，是吧？然后，当然你对他起了情执，然后他就跑你这来投胎了，是吧？你要解脱生死啊，你就不能够这样啊，你还想，是吧？你还想，这个不能想这个呀、啊。想这个你就解脱不了了，是吧？你不光害自己，还害别人。所以说，修行的人首先要断这个情执，但其实就对谁都不爱。简单讲就是，你只要爱他，你就解脱不了。就像两个人绑在一块跑步一样，你怎么跑得动呢？是吧？两个人都想跑，两个人都跑不动。情深自隔呀，情深自隔。那情重呢，智障了就，情重就变成智障了啊！我们说智障儿童啊，特别弱智的就是情重的人啊。三恶道的众生都是情特别重，所以说下三恶道太别愚痴了。情重的人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差。所以说呢，修行人呢，看上去好像就是要断这个情爱啊，不容易，慢慢的啊。要是一下修掉也不可能啊，这个不是一两世能修得掉的啊，这要经过无数世才能完全把这个情执断掉。那我们现在要慢慢的去克服啊，不要让它太重，太重了就下三恶道了啊，你不要说解脱了，你连做人都没资格到时候啊。所以说呢，修禅定哈，我这里说了，修禅定的方法呢，师父教得很清楚。所以禅定里面有一个正精进，正精进就是要打坐，是吧？心很容易被贪嗔痴所征服和动摇，所以我们必须使心力增强，定力强了，心力就强，知道吧？你这个一念这个佛号，这个烦恼马上就下去了，这个就说明你心力强。心力不强的人念佛没用，是吧？这个摸羊一样，这个烦恼还是冒啊，烦恼力量很强大，说明你的定力很差，对佛的信心不够啊。就是你要使劲念呐、没有什么，就是念出来的，你使劲猛力的念啊，一天念一万声啊。那当然了，我们对佛要有信心啊。念佛号不是念个佛号的，念佛号的时候要把佛陀的愿力功德全部都含在里面的。佛陀的智慧呢，如果你开悟的人念佛号当下就见性了，当下就是吧，念佛号就念到就是念佛的心了啊。你不会念的人就念的佛的就是功德了，再差一点的人就是念佛的愿力了，最差的人就是念佛的福报啊，就想从佛那里要点福报，是吧？说佛保佑你，但是也有用啊，比不念的都强。所以你们要修禅定的哈，禅定要修，晚上没事就修禅定，晚上修禅定最好了，白天就多修智慧，白天呢就多努力作业，因为心要动啊，就是多观修多听法，晚上呢就是晚上九点钟以后跟早起的时候呢修禅定啊，早上起来就是深入禅定啊，早上定好了，白天就听法，努力作业就妄想就比较少啊。所以说这个定慧啊都要同时进行啊，不能够偏慧，我们还是有点偏慧了。我看你们很多人一打坐就跑了，听法都还在啊，打坐坐不住，这要练习啊，练习就往那一坐时你还就念念佛号，还不会念吗？对吧？你仔细念念的，让念的一心不乱再说啊，先念的一个念一心不乱去练呢、练出来的啊。精进呢有四种类型，佛陀告诉我们，一，防止邪恶不善的念头升起，二，去除已经升起邪恶不善的念头，三，让未升起的善念得以升起，四，让已升起的善念得以发展，增至至善的境界。那么呢就是这个是正精进。那我们念头，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善念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是啊，有大愿力、大功德、大智慧啊。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善念了，不是起贪心哈、不要用贪心来念佛，
要用这个慈悲心啊，菩提心来念佛，就是念佛就是念佛的菩提心呢、啊。那你还能不往生吗？你肯定能往生西方啊。念佛号的时候是念佛的菩提心啊，不是念那个名号啊。念名号没有用的，念那个名号里，那个名号里面有它是有含义的，是不是啊？哎，佛的名号里面有包含了无量的这个含义。最主要的就是四十八愿，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就在阿弥陀佛这个名号里面有啊。如果你对四十八愿一点都不懂，那你就只是念一个名号了，你就没有念菩提心，你念的是佛的，这是一个代号。那个代号，那有些鸟啊狗都会念了，它有什么用啊？鹦鹉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它也会念的，它有用吗？是吧？鹦鹉学舌呢，没有功德的。所以那念佛的心哈，念特别是有菩提心念，念佛的菩提心，那是念佛号的时候，就是能够意念佛陀的这个功德相，还有意念佛陀的愿力啊，同时念佛陀的智慧空性，那就更好了，那就说明你这个佛号念的是太有意义了啊。所以说平时要多闻思，闻思呢就是闻思佛陀的这个愿力，菩提心，观修菩提心。那么你念佛号的时候，你念一句佛号，跟那个没有智慧的人念佛号，那是天差地别，是吧？差别太大了。就是我们要大量的闻思串习这个菩提心啊，就是愿力发愿，这个愿发的越大，你念佛号的力量就越大，功德就越大啊。任何一个佛号都跟这个佛的愿力是相关系的，是吧？我们说药师佛，是吧？药师佛有药师佛的愿，观音菩萨有观音菩萨的愿。啊，释迦牟尼佛有五百大愿啊，那我们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把佛陀本师释迦牟尼佛的五百大愿都包含在这个佛名号里面了，是这样念佛的啊。他们的空性智慧都是一样的，当然这个每个佛号里面都包含了佛的空性智慧，但是呢，每个佛号的名号有不同，就是他们的愿力不同，他们有共同的地方，就是智慧是共同的啊，愿力是有差异，所以说名号也有差异。正念，正念呢？你念佛的时候就正念了，阿弥陀佛一直念了，没有贪嗔痴啊。觉知呼吸，先要练习觉知啊。我们说觉知和平等心，先练这个呼吸，觉知呼吸，因为呼吸都没有平静下来，念佛你肯定念不好。所以说我们要刚开始要有10%的这个注意力，关注一下你的呼吸。然后让你的呼吸越来越均衡，不是说做深呼吸，深呼吸是刚开始的时候做一下深呼吸，呼吸是让你的呼吸越来越平稳啊，越来越深长，它是自然的，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啊。呼吸你念佛的时候，你不能把呼吸故意拉得太长，或者故意短促啊，刚开始是要故意拉长的做深呼吸的，但是慢慢的你的这个就平静下来了啊，你的呼吸啊越来越自然了，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哈，就是练习的都是慢慢的演进的，始终是不一样的啊。开始中间和结束是不一样的，呼吸越来越微细微弱啊，所以说刚开始觉知你的呼吸，然后呢觉知你的佛号，然后觉知你的内心念头起处啊。那平等心呢，当然也是可以观修一下的，平等心呢就是主要是啊，要观修一下你的这个舍了啊，舍无量心啊，慈悲喜舍，如果修一下，然后你这个平等心就好多了。如果再破下我执，无我了，是吧？再加上菩提心，那你的平等心就相当不错了啊，有无我的智慧加上菩提心，这就很好的平等心。如果只有无我的智慧呢，那也是平等心，但是这个平等心呢，它这个范围就比较小啊。如果有了无我的智慧，再加上你菩提心，那你的这个平等心就广大了，是吧？一下就变法界了，你这个平等心就不是光是在你的自己的这么个小我，这个小小的这个身无蕴上了。菩提心呢一升起来就不一样了，这个心就很广大啊，一下就变法界平等。你看这个平等心多好啊！这平等心也不是说一个状态的哈，我们说觉知和平等心最重要啊，始终在强调觉知平等心，但是每个人的觉知能力是天差地别，平等心也是差别很大的啊。他这个上面讲的平等心就是破我执了，无我了，是吧？
那么呢自他平等，那然后呢对待贪爱和嗔恨也平等，它是这样一种心态。因为无我了嘛，那么贪爱和嗔恨就平等了，贪也不是我是吧，嗔也不是我，他对待贪爱和嗔恨他就用平等心去对待，就是因为无我才会平等，如果有我的话他肯定不平等了，是吧？啊，怎么可能平等呢？所以说对待贪爱和嗔恨也要平等。那么觉知，觉知很重要，你要先觉知，你不觉知怎么平等呢？就刚开始练习对呼吸的觉知，然后慢慢的练习对这个起心动念的觉知，那然后我们修行呢还是要用一个咒或者用一个佛号来，就像一个拐杖一样的帮助我们练禅定啊。那刚开始可以观呼吸，呼吸也是帮助我们练禅定的啊，从呼吸上，然后慢慢的就是后面舍掉呼吸念佛或者念咒，这样的练禅定呢很快的啊，一定要练呢，不练呢你镇定。镇定将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可以培养对当下的觉知，尽可能你时时刻刻的维持这种觉知，就是镇定。这个觉知呢要让它相续啊，让它保持住，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需要修习禅定。没有定力的话，你的觉知是有，但是呢就是一闪就没有了啊，就是刹那的就是过去了。没有定力的人呢，他的觉知力虽然有，但是呢不能够相续，不能保持，这样子也是修行是不可能有成果的，是吧？没有成果的。所以定力呢增强呢是让我们的觉知能力变得更稳定更深入。你看我们在这里说镇定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举一动专注也是有的，当然他们和镇定不一定相同。我们可能一心专注于情欲，或专注于满腔的怒火，猫会全神贯注地守着老鼠的洞口，它也专注啊，只等老鼠出现。扒手呢会专注地盯住别人的钱包，培养定力有很多的技巧。他这里说，例如专心复诵某一个字，那我们就是念一个佛号。我们会完全融入专注的对象，以达到一种清安喜悦的境界。这里说了要完全融入专注的对象，心和境融为一体了。因为你念的这个佛号是一个境啊，然后用心来念，心和境还是有对立的。念着念着就是心境融为一体了。你也分不出是佛号是心呢还是境还是心呢，都一体。达到清安喜悦的境界。虽然毫无疑问的这种境界令人非常愉快，但是境界消失的时候回到现实生活，发现问题仍是没有解决。这些方法能让我们在心的表层发展出安详和喜悦，但是仍未能够触及心底深处的喜气。这些方法呢用于培养定力的对象，与当下自身的实相并无关联。从中所得到的清安只是表面上刻意营造出来的，而不是由于净化的心底深处自动升起的。镇定不应该是心的麻醉，而是要远离所有造作和错觉。那么的定呢也是很重要，有了定力呢我们的智慧才能够用啊，才能够开始起作用啊。你的心是胡思乱想的是吧，你杂念纷飞或者是烦恼重重，你怎么修啊？先把这个烦恼扶住，然后我们开始才能消灭它。就像这个抓贼一样的，你现在把它抓住是吧，把它坏蛋抓住降服它，然后再把它灭了。你都没有抓住它你怎么灭得掉呢？灭不掉。就像你用枪杀敌人也是一样的，你现在瞄准它是吧，也算是抓住了，你锁定它了，先瞄准才能灭。消灭烦恼也是一样的，降服它然后才能够消灭烦恼。智慧，持戒和修定都不是佛陀独特的教导，这句话很重要啊。外道也持戒也修定啊，都这个都不是佛陀独特的教导，这两者在佛陀开悟之前都已广为人知啊，且行之已久。在佛陀的几千年之前，
包括我们中国那个时候道家都有很好的持戒和修定，因为中国好多那个神仙，那个时候很多人修仙道的，他们都持戒持得非常好，并且定力也非常高深，他们有神通，那八仙过海，你都听说过的。古代的神仙呢多了，这个在中国也有，印度也有，多得很啊。只有佛陀出世以后，来到人间以后，才教了我们真正的解脱之道。佛陀开始也故意示现修这个禅定，把禅定修到位，然后呢不要了。那修习禅定呢，是为了求得高度集中的禅定状态，那么在禅定过程当中会升起身体的喜悦宁静。那么呢我们要初步的降伏贪嗔痴呢，念佛号念咒还是很有效的。当然我们要对佛的功德的慈悲啊，还有智慧要有信心的哈，对佛陀的那个特别是智慧方面要学习。那么念佛号的时候，你那个靠着对佛号的那个信心呢，还有那种对智慧的了解，那个佛号里面呢或者咒里面呢就包含在里面呢，那么降伏自己的这个贪爱或者嗔恨或者愚痴傲慢都是很有效的。所以说我们刚开始也要借助定力来帮助自己啊，你智慧不够的时候你就靠定力来降伏啊，先降伏省得你自己造业，否则的话是吧，你又没有定又没有智慧，那你就要造业了，是吧，你的戒力只是一层纸啊，你包不住啊，是吧，你戒你能戒得住，没有定和慧你怎么戒啊，真的烦恼来了是吧，你就是手机往地上一摔啊，那就不管那么多了，要干嘛就干嘛了，是吧，怒火上来了包不住了就啊，是吧，你戒力那个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啊，他戒不戒都忘记了自己是光头了，戒呢只是一个开始起的一个防范的作用，智慧不够呢你还是要靠着定力来帮助自己啊，降服这个烦恼然后呢再用智慧来断烦恼。